来吧，古拉加斯，打谁男刀吗？没事，红尘加 W 减伤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一个粉嫩的皮肤，就像我的肌肤一样。比如说这皮肤好像巴德呀，上那盖伦，全军出击。小嘴一定要甜一点啊！你看，老有人说为什么你碰到的队友都会帮你，我的上单从来都不帮我的。这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啊！一定要有礼貌啊！记住，你是在请求别人。你看，就跟很多人玩线上，老让打野帮他抓，语气不好，这鬼才帮你抓啊！盖伦打不过剑姬，老盖伦怎么打不过呀？这盖伦老的最少有个60岁吧。还带点蓝的，点蓝打不过这个，我不信。而且盖伦一两级的时候很强势的，他应该上去就要单吃了。他还带的是征服者，征服者打不灭之物，他一个 E 就撞满了。只有这样子才能刷五组野，现在主要他的这个什么技能被削了，E被削了，不然以前可以刷得更快一点。下路疯狂压线，两个没位移的来了，他插眼了，准备来个加速，中路也可以抓，先抓中吧。这个杰来个暗影冲击，鬼斩减速一下，点蓝。我给你发信号，你跑什么呀？不是，随便来个普攻，点完他死了。没 W 也可以上的，我都 E 顶到还 Q 减速了，根本走不了。抓下吧，感觉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能杀的，你能杀个勾八，我把你打控你都杀不了。清完这组野却下了，这小兽都一定要清完，不然经验钱很少。我来了，都没闪了。先杀这个镜，撞两个，一起死，一闪肉弹冲击，给队友让一个助攻，救一下他，
不许动，你别往下拉呀。 Q 来一个，哎，拉得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许动。哎呀，我这优先级太高了呀，这难道在我面前都跟个玩具一样？舒服了舒服了，现在下路蛮好抓的，回家了，来个法坦鞋。哎呦，你死了，我跟你讲，这 W 还打断我回家。辅助有傻吗？有，当着我的面给还有，这两个人没睡醒吗？一个傻子一个哑巴，哪来的闪现，直接给过的呀。一个敢问，一个敢信，一个敢讲。我马上升六了。没事。难道去上了？来来来。蓝头来跟上 Q 减速，这 AD 倒是有，辅助是没有的。把龙拉一下吧，这把节奏非常好啊。哇，他这个龙，我一个人打要吃很多伤害。这个龙，我有点忘记那个眼有没排掉了，绕一圈好了。这难道在打红？几级？六级，不惹他。他吃他的红，我抓我的下，互不干扰。回去。别来了，没大招，没事。鬼斩来一个死了。Q 再减速一下，给他喂个饼。先推进去。你八级打六级别怕呀，这难道打满套都杀不了他？来，我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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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，我想再刷一圈再走。这河蟹刷到下半区啊，来一波。好的，上单有难，我义不容辞。这个世界需要救世主，我来了。来，盖伦体验一下什么叫帝王待遇啊。你别死了，难道过去你就没了？等我到。果然到了，那我先掐个红，感觉恶微微不一定打得过。蓝头打开。他死了。
他要回来他就死了。我来了，我这波可以假装一小兵骗剑姬的大招。等一下把线推进去，他要绕回来，他的炮车肯定要吃的，把他 W 骗了。嗯，他死了，接来了。我就知道他想杀我。没事，我一发肉弹冲击，一个大刀给他甩开。我不二他我死了呀，我肯定得二他的呀。我就知道他来了。 Brother 呢，来一个 Brother。 这个剑姬好记仇，拉扯一下，他有大了，不跟他打，拉开回血阵，闪现大全没了，何必呢，我不就抓了你一波吗。河蟹争夺战，这劫有 R 过去他死了，不要乱拉仇恨，仇恨值不能交替，不能交替，不能交替，不能拉，对，打一下好吧。怎么他撞眼了，打下一些塔的末班车了，叠死了，丢上也没用啊。他们打龙的话可以把这一些塔拆了，呦，这难道讲道理我可以秒他，但是得回家买波装备了。回家无敌了，双窗在手，先不买树，是吧，就我一个 AP 啊，感觉去营业也可以啊。哎呦，德拉斯这个血量，我给他来个圆圆的东西。
请你吃个大西瓜。野区感觉有人在，我不敢进去啊，我有点害怕。不行，还是得稳一点。来个美甲的窃魂雀，特别加一波法强。再来个法穿，神话被动。这波大好，我可以双杀了。这个剑姬水滴。有兵在等兵线进塔，有兵在挡我E不好杀了，给他来个送行酒啊，他把 Q 交了，骗他 W， 就是不 W 啊，完蛋，我上当了。直接没了，难受。哎呀，这难道怎么还会过来呢？你不是走了吗？哎，这个技没闪了。不行，我这波得买个中亚再走，不然我又要死了。等他等十秒钱就够了，这边再借10块钱。末日寒冬剑姬，别让他打回血阵啊。炸！飞！再飞！皮断腿！这个拉斯没在，我们的拉斯在。我知道有人在。操！出圈了，杀他！回来！啊呢？你啊我就跟上了呀，跟上我的节奏 ，everybody。就知道你有闪，先逼他闪现再杀他。哎呀，这一波不就叠起来了吗？洒洒水啦，还无字天书满城，待会儿啊，再杀一个就有了。我没成绩，但是我可以创造一个成绩，看到没有？蓄力技能在二打断他，知道为什么不引爆吧？QW 一起抽就等于自带一个成绩，没有成我们就创造成啊，一切都在我的计算当中。鼓掌，
这还瞎猫碰到死耗子吗？这观众是我见过嘴最硬的观众啊，主要是我都提前说了啊，我要是没提前说你可以说是炸胡运气好，但是我都提前讲了，这波成了主播玩的考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啊，那我待会再来一次啊。来个女妖吧，不让她破我盾就好了。这边不买魔抗，我就不说法创这样的。感觉现在巫妖不是很强，被削了，主要是你除非缺伤害打那种近战多的阵容才买巫妖。怎么能杀死我的？我自带减伤呀，30%，我护甲高达接近200点，就这进这个小手枪啊，浮游撼术不自量力，来个大半，啊，是念皮壶吗？哦，是这个样子啊，可以学到了啊。我看这剑姬来不来，我可以一套给他秒了，好像我这大龙暴露我自己了，一丝血，你还来？不跟你打回血阵，原地罚站，想吸我的回血阵，想吸血是吧？不给你吸啊。开始冲波看了啊，哎，狂风之力，小心手雷，抬闪现有必要吗？好像真的有必要，他竟然走了。这不提醒了一下他，快好了，没眼了，哎，这现在拉出来了，
结束，一统定江山。哇，这卡拉伤害比辅助还低吗？不懂为什么你们打的能那么快，你这个就是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鸡了啊。